谢谢亨利杨的十个玫瑰花，祝你天天都有钱花，有很多很多花。晚上好，各位，我来直播了，就是说，没有等到夜宵，今天夜宵不知道为什么毫无动静，然后我就是说是一个先直播，然后一会儿夜宵来了，我再下去和品品一起装。你们好，今天一个黑长直啊，今天咱们一个哦不黄长直的路线，黄长直的一个路线就是说，好的，谢谢啊，好的，我是你们的神，晚上好，今天我刚刚拍了个抖音，所以穿成这样。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哦，不要再说这，你是我的神了。昨天晚上，我就是睡觉之前回想起这个，我对这个张鑫"你是我的神"这个片段，回想起我脚趾把那个床板都抠穿了。哼哼。好了，咱们看看今天的这个公告啊，小朋友们，看今天的公告呢。99个荧光棒点一首歌，谢谢驯鹿的 Z 队荧光棒，祝你越来越棒，给你给我华贵可以，到时候你给我跳天真。夜蝶的话呢，可以 CPDD，还可以云握手2分钟，还可以占卜。权杖的话呢，可以云合影。皇冠的皇冠皇皇皇冠的话呢。这个可以上《非诚勿扰》，发电的话呢，你很牛。如果送我10周年的话，你最牛。谢谢驯鹿的10个荧光棒，祝你越来越棒。这就是少女的态度。哎，你好，微信员。哎，你好，钥匙是吧？好了，有没有想先来点个歌的？就是说，咱们点一个歌，就是如果你 emo 的话，可以点一首比较网易云的歌啊，可以网易云的歌点一首，让大家知道你今天 emo 了。然后这个刚刚张月明直播间有10周年，哼，我昨天晚上直播间也有10周年。好，开个玩笑啊。这个，好，这个。这个，什么来着？对，如果，这个对，如果送99个荧光棒的话呢，咱们就是让你点的歌的这个音乐声环绕在我们的直播间，环绕在我们直播间。等你有钱，天天送10周年，我希望能等到。你天天送10周年的那一天，那我也就等于发财了。你有钱等于我有钱。谢谢亨利杨的99个荧光棒，谢谢亨利杨99个荧光棒。你可以点一首歌，你可以就是把歌名发给我，把歌名打在公屏上。什么宵夜有了？今天宵夜是啥？要不我先去装一下宵夜吧。就是说，我就得把这个直播挂在这里了，只能说是。韭菜盒子，除了韭菜盒子还有吗？不过我刚刚已经装了一大堆米饭了。我在楼下有一个那个带牌的那个品评，刚刚我跟他一起下去，然后呢，我拿了米饭上来。好吧，我打算跟我们品评一起装这个吃的去了，再见。冲走喽！
吓你们一跳吧！哎呦，我去！吓你们一跳吧，我回来了。就是说，我这个灯怎么样没电了？搞个充电的。一奇这儿有没有给灯充电的东西呀？灯真的没电了。就说什么呢？你们看口红是不是就是说好像是掉了一点儿？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趁着这个偷偷吃了一个韭菜盒子。就是我这个灯是。就是说是没电了，我现在正在找寻袁一奇房间的一个，哎，啥呀这是？好吃吗？特别好，哎呀。这灯它还一会儿闪一会儿不闪的。给关了，我现在找寻一个灯啊，很想某人，我最亲爱的某人。哎，我刚刚就是说，他一个人只给一个韭菜盒子，我们要帮那个高雪艺拿，结果呢，他都不给。我们跟他周旋半天。谢谢 JN 的四个玫瑰花，我们跟他周旋半天，我们跟他聊了三分钟，我们说这个高雪怡她在排练，她在舞蹈室，她在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后面他才给，就是说找一个充电的，算了，其实就是说他这个。荒废的房间里，房间里可能找不到充电。虽然它这里有很多充电线，我想找到，你们等等我啊，等等我。好了，大家先看看我的业务，先看看我的业务。有想排队的，直接就打这个鸡腿，不是，打这个礼物在公屏上就可以了。然后我现在要去拿一个灯了，好吗，各位？可以吗，各位？谢谢老婆饼没有饼的一个巧克力，祝你越来越甜蜜，可以吗，各位？可以吗？他这有灯吗？说实话，我就是说，我要不找一下，算了，我去拿我房间灯了。就是说，好，我去了，我去了，你们再等等我啊，拜托了，对不起，总是离开你们，但是我现在，现在你们的小偶像没有灯会很丑的，我去一下。
好了，回来了，友友们，朕成功回来了。好了，好了，好了，哦，终于可以就是说直播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的等待，真的，你们没有退出直播间的每一位都是我的再生父母，谢谢大家。终于可以这个安心的直播了，我真的会谢谢。好，我真的会谢。好了，这个刚刚我记得是一个叫做亨利杨的粉丝，这个点了一首歌，请问你要点什么歌呢？可以把歌名打在这个公屏上吗？可以把歌名打在公屏上吗？亨利杨，还要点歌的话呢，就可以这个送99个荧光棒啊，然后。送夜蝶的话呢，可以 CPDD 或者占卜，或者云握手啊。CPDD 是什么意思？CPDD 就是，哎，有人能看见我吗？我没卡吧？然后呢，这个 CPDD 我逐个跟大家，这个，你好，亨利杨，这个你可以那个选择点一首歌，因为你送我99个荧光棒。然后咱们逐渐各个说一下，首先这个夜蝶。的话呢，首先可以 CPDD 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让你相亲，可以让你找到网恋对象，谢驯鹿的一个荧光棒，祝你越来越棒。然后呢，这个，然后云握手2分钟的话呢，就是能够跟你握手2分钟啊，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划算。谢谢钥匙石宝的99个荧光棒，钥匙石宝你送了99个荧光棒的话呢，你可以点歌，你可以点一首歌，可以点一首歌，然后呢，可以把歌名打在公屏上。然后呢，这个占卜的话呢，就是有咱们专业的一个占卜书啊。我师从这个 CPDD 的话，就是给你普通的滴一下；非诚勿扰的话呢，是把你点10秒的可以多放几遍吗？可以。然后你这个可以的。然后呢，你这个，然后你这个我是师从能听 owner 吗？可以，现在就放下。我师从这个韩国、日本这边那边的。占卜大师啊，然后也有专业的书籍，占卜率成功率在50%以上，非常的准确的一个程度。对，还有泰国大师，泰国和日本还有英国都有，还有英国都有。好，现在是亨利杨点的一个《Owner》这首歌，哇，谢谢我叫西西的一个夜蝶，你可以选择占卜或者 CPDD 或者云握手，你都可以选一下。然后呢，送权杖的话可以云合影，云合影就是把你的 ID 写在 iPad 上，然后跟你摆出相应的 pose 就可以合影了。然后呢，送皇冠的话呢，就可以非诚勿扰。非诚勿扰的话呢，非诚勿扰的话呢，就是能够保证你完全可以滴到一个对象啊。你实在滴不到对象，我都帮你许配一个，帮你强行抢一个老婆给你。强烈推荐占卜，非常灵验，确实啊，我已经有非常多粉丝享受过占卜了。然后《非诚勿扰》的话，我跟《非诚勿扰》的导演，因为我人脉挺广的嘛，跟《非诚勿扰》导演也知道，也认识，一起吃过饭什么的。《非诚勿扰》真能滴到，真的能滴到。然后送用爱发电的话牛，送10周年的话你最牛，就是这样。谢谢熊家回旋镖的一个玫瑰花。好了，今天这个明空空宝在吗？明空空宝，你都不敢信？对，3个人都可以一起滴到，对的。这个明空空宝今天在吗？这个麻烦当一下我 staff 可不可以？明空空宝宝，小琴当一下 staff 可以吗？可以吗？刚刚有这个亨利杨，还有钥匙师宝点歌，然后还有这个，还有这个那个，那个，我叫西西的叶子，还有我叫西西叶子。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叫西西，你要云握手，对吧？好的，你好，那个西西，你好。可以开始云握手了，你把你的手洗干净一点，可以吗？消一下毒，疫情期间。今天这个店员怎么没有见到你，西西宝？
前几天的 CC 宝都有见到，前几次店员都有见到 CC 宝，今天的店员没有见到 CC 宝。小晴想说 CC 宝是不是忘记晴晴宝了？哦，原来是这样，没关系的，反正今天这个云握手的票价也特别的贵，你跟我，你的钱包会损失惨重的。确实，那你就来云握手。你明天开学了吗？你明天就开学了，是临时通知的。你上学要加油哦，西西宝。上学加油哦，西西宝。那个，你上学，等你以后上学了，等周末周天咱们在一起玩嘛，哈。你上初几来着？因为你们这疫情封了40多天假。哦，原来是这样。你上初几来着？你上初三，那你都要中考了，中考加油，祝你能考上一个好的中学。不要早恋啊，不要早恋。不要早恋啊，西西宝。好，等你中考结束咱们在上海见吧。因为今天呢，这个我在袁英琪的房间嘛，我的身上也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的。我刚刚这个是纸巾，我刚刚只是用来擦我的饮料上面的水的。那这个纸巾，因为我等会可能还要送给别人嘛，就是先送你一小片。因为我在这儿，这个是我唯一的财产了，我把这个送给你。宵夜已经被我吃完了，但是这个上面有宵夜的味道，有刚刚我韭菜盒子的味道，因为我刚用来擦手了。送给你，这上面有我们韭菜盒子的味道，很香。但是很香，说真的，什么很干净的，好吧，我只是擦了擦手。哼，你们可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呢，吃不到韭菜说韭菜臭，是不是？香得很。不要白不要，好了，谢谢西西宝。好了，还有要那个业务的朋友们，对了，这个我看看点那个谁呕了，告诉我一声。谢小歪崩的一个巧克力，祝你越来越甜蜜。话说钥匙十宝，你要点的是什么歌？步步高点毒鸡。高点毒鸡是啥歌？看听上去应该很阴间的样子。哇，谢谢欧尼巴巴的夜蝶。欧尼巴巴好久不见呢。你想要占卜，还是要 CPDD， 还是要云握手两分钟呢？欧尼巴巴，不会是这个歌吧？38秒。云握手，好的。好像在刮胡。这不是原唱。哎呀，我听着我都那个了。原唱是哪个？步步高点毒鸡。
哪里不会。谢谢蒙奇奇的99个荧光棒，你可以点一首歌哦，蒙奇奇。气泡音。好了，我要跟欧尼巴巴云握手，大家忽略这个 BGM。蒙奇奇，你快点一首歌吧，我不想听这个。步步高点读机，哪里不会点哪里 ，so easy。我已经会唱步步高点读机，哪里不会点哪里 ，so easy。卡住了 ，sorry。好了，那个欧尼巴巴你好，你好欧尼巴巴，这样我们最后再听一遍，就把它换掉，换掉。我说你能多放几遍，但是像这种阴间的东西，不可以。步步高点读机，好了，最后再给你放一遍。你有这么喜欢听这个东西吗？这个 BGM。以后，谢谢不拼自动笔的99个荧光棒，你可以点一首歌哦，你可以把这歌名直接打在公屏上。好了，这个蒙奇奇要点什么歌嘞？好了，别步步高了。好了，欧尼巴巴我来了，欧尼巴巴，恶魔之子。好的，恶魔之子，欧尼巴巴你好，请问你在吗？请消毒一下你的手。消毒手，握手。你们小区还好吗？欧尼巴巴，有那个物资吗？你们小区有没有发那个物资？话说你是哪个区的？欧尼巴巴，团了好多吃的，好羡慕啊。我也好想那个团购，浦东区的。啊，我也好想那个，听说那种小区都能团购呢。我也好想那个中心能不能搞团购，我说特别想团那个有什么蛋糕，还有什么 taco 什么什么的。哎，看来你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好的。我们中心其实也挺好的。你们家的狗狗猫猫都怎么样了？谢谢小歪崩的99个荧光棒，祝小歪崩越来越棒，一会儿你可以点一首歌。小歪崩你太无聊了，说真的再不解封真的疯了。我今天刷那个抖音，刷到别人在那个旅游，在那个国外旅游，我看之后我那个眼泪已经掉下来了。你们家的猫猫狗狗都有没有狗粮了？我们家小小诺诺没有，小小诺诺没有，都快没有狗粮吃了。三小只太活泼了，小猫小的时候就是会很活泼的，等长大了之后它们就会一动不动，就搁那睡觉。我们家的猫就是这样。点一首 Taxi。 好的，你每天都在家干嘛？欧尼巴巴，你们都在家，你们一般隔离，你们都在家干嘛呢？看电影，打电动。原来是这样。那就是说，也挺好，等于给自己放了个假，是吗？我们在中心就是每天呢，就是说还是有工作可以做的。小鱼呢？对呀，小鱼呢？小鱼他无不无聊，小鱼是不是要上网课？上网课，好吧，祝你和小鱼过得快乐。等解封了，咱们在一起相见。解封了，握手会。我带小小去给小鱼和你看。记得握手会要来。你
被封住了，你就多多跟我玩一玩，你就不无聊了吗？谢谢杜飞的夜蝶，你可以等我可以选择云落，或者是这个 CPDD，或者是占卜一下。这是要哭了吗？啊，那倒没有，那倒不是。这个，我这个人怎么会那么容易哭呢？好吗，欧尼巴巴？下一个要点歌的人是谁？好，欧尼巴巴，你们吃的快乐就行了。有空的话，能不能就是说，看看那个，等下次云店员你来见我，给我带点那个你们团购的好吃的来见我。好，然后呢，我的礼物也没有什么可送的了。我这个刚刚送纸巾，他们说我恶心，我实在是也没有东西可以送了。这个我还有一个唯一的这个口红是这口红，但是因为你是男生嘛，给你用了，给你了你也用不了，是不？我送给你，我送给你这一小点颜料，我帮你涂在我嘴上。小鱼也不能给，小鱼它还小呢。小鱼它还小呢，你小孩子涂口红，吃进去对小孩子身体不好。那我帮你涂一下。Taxi，好的，欧尼巴巴，希望你不要忘记小琴呢。这个，咱们就是说。再见了，咱们再多多相见。谢谢夜的一个玫瑰花，祝你天天都有钱花。Taxi 是谁唱的 Taxi 呢？是这个 GRAE 还是这个 EXES 还是这个 SARASANDFO？ 谁唱的 Taxi 呢？不拼自动比宝，请问一下是谁唱的 Taxi？好，我记得刚刚这个杜飞98个荧光棒可以点歌吗？哦，可以，那我就给你少放10秒就行了，你就是听不到你的歌的结尾了而已。杜飞的夜蝶，请问杜飞，你是要占卜，还是要 CPDD，还是要云卧呢？握手，好的，杜飞，请把你的这个手洗干净。哎呦，杜飞，你今天还当上了我目前暂时的榜一了，你的头像是沈梦瑶。哎，今天这个榜一、榜二、榜三，没有一个林淑琴的头像，只能说爱情。谢谢妮妮没睡醒的一个秋天的奶茶，祝你永远都不会遇到绿茶。谢谢早已疏远的你，为何却又轻易来电98个荧光棒？谢谢玫瑰章鱼条一个荧光棒，一会儿可以点一首歌。你好，杜飞，你这个头像是瑶瑶吗？谢谢驯鹿的一个荧光棒。沈梦瑶的粉丝名叫什么名字？谢雾失森林夜的一个荧光棒，祝你越来越棒。好多人给你补哦，喵战队，咱们喵战队真厉害，当上了小琴的直播间榜一，喵战队就是最牛的，目前为止是最牛的。好了，这个杜飞，你好，请问你这个，你在干嘛呢？谢，我是小李的一个荧光棒，祝你越来越棒。看我直播，你今天都在家里了吗？还是出去玩了呢？还有要点歌的吗？在家里。哦，好吧，你是被封在家里了吗？你们那儿有疫情吗？
谢谢，我是小李的一个荧光棒，祝你越来越棒。有但没风，那你可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你几岁了，杜飞？轻松熊。轻松熊，轻轻松松，轻松熊，轻轻松松，轻松熊，轻轻松松，轻松熊，轻松熊，好的，杜飞，什么杜飞？你才16岁，你居然才16岁，我都震惊了。那你是怎么冲的鸡腿呀？哦，原来是这样。那你可要好好上学哦，如果你不好好上学的话，姐姐会揍你的。这歌比刚刚那个《步步高点读机》好听。你这几天没上学吗？生病了，你咋了，杜飞？注意好身体啊。这个人唱歌很有才华吗？感冒了。最近感冒要小心了，好吗？要一定要吃药哦，每天都得吃药哦，杜飞宝。好吗，杜飞宝？有空多来看看姐姐，多跟姐姐玩啊，多喝热水。对，对的，虽然这句话很垃圾，但是呢，就是还是要多喝热水，多喝热水，知道了吗，杜飞？好的，没问题，杜飞。送你一个，亲亲。坚强的女人不落泪。拜拜，杜飞。坚强坚强的女人不落泪，坚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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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女人不掉眼泪，坚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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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女人不会伤心，坚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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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女人不哭泣，我要坚强。昨天晚上被通知了，莫名其妙被分手了，这首歌还挺好听的。躲在被窝里偷偷的哭泣，谢谢驯鹿的你，这荧光棒，祝你永远不迷路。走到鼓楼，发现没有派对，一个人走到北海北，就像扑通一声跳下水。我说杜老师是谁？还有人要业务吗？还或者还有人要点歌吗？别点一些阴间的歌了，谢元音琪琪99个荧光棒，希望你点的不会是阴间的歌，琪琪。伤过的心，好的，谢谢萌琪琪的夜蝶，你好萌琪琪，请问你要哪一个业务嘞？云卧，哇，今天都是云卧比较多呢。有没有人想看看这个占卜或者这个 CPDD 呢？你好，萌琪琪，你最近这几天在干嘛呢，萌琪琪？我们开始握手喽。哟，谢谢 DW 99个荧光棒。DW 要点什么歌嘞？你把这个歌名打在公屏上呀。萌琪琪，普通的日常，今天出来玩，你去哪玩了？好羡慕可以出去玩的。
你玩啥了？观音桥吃了超大的耗儿鱼，啊，好羡慕！是哪种耗儿鱼啊？煮在火锅里的那种耗儿鱼，好羡慕！我想去重庆玩，我想去重庆玩，我想去重庆玩。我现在最想做的只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去重庆玩，还有一件事是收到一个用爱发电，所以我想去重庆玩。嗯，感觉去重庆玩比较有可能实现。有煮在火锅的，还有烧烤的，我想去重庆。嗯，我今天还看见那个你去那个，我今天还看见去重庆玩吃火锅的那个。那个抖音了，我真的会写，我真的想去重庆玩，主要是想去那个金色印象哈。哦，吴晶晶，你是吴晶，你喜欢吴晶晶？吴晶晶怎么也被隔离了？康多巴巴我没去过，金色印象和康多巴巴应该是一样的吧？以前我在重庆的时候只有金色印象，没有康多巴巴。谢谢韩倩姐姐的一个夜别，韩倩姐，你选一个业务哦。萌琪琪，你当上榜一了，我们小狗才是最厉害的。萌琪琪小狗是最厉害的，直播间榜一，喵战队第二，这个是那个星际什么，这个蓝色的妖怪叫什么来着？他之前回了湖南，回到重庆就被隔离了。哦，原来如此，好吧，祝他隔离。史迪仔第三，好吧，这个什么。这个蒙琪琪，你在重庆多帮我吃点好吃的火锅，我真的会很想吃，我想去重庆玩。湖南是中国的湖南，上火了，吃点那个退火的吧。我现在宁愿我能上火，我想去重庆。哎，算了，不说这个了。萌琪琪，等下次去重庆了，你给我推荐一点好吃的火锅店呢。哎呀，我头发这里好痒呀！哎呀，我头发这好痒，好痒啊！送给你，萌琪琪，给你。好吃的江湖餐，你怎么忽略了我给你的爱心？很尬吗？好的，下次你都推荐给我。江湖菜和烧烤菜你都推荐给我。头皮屑吗？没有，我洗的头，我没有头皮屑。我今天刚洗头，我没有头皮屑。不，我不洗头也没有头皮屑。还有谁业务吗？刚刚谁送夜蝶了？蠢货，这首歌还没放完。韩倩姐，你在吗？韩倩姐，嗨，你要点什么业务？好，不用谢，萌琪琪，拜拜，下次我们还要见面呢。韩倩姐，你要什么业务？要 CPDD 还是握手还是占卜呢？好的，韩倩，平时就不叫你姐了哈，可以。你想要 CPDD 找个妹妹聊天，可以。来，咱们看看咱们韩倩啊。他想找个妹妹，平时跟他聊天。
他呢是他对他是相对于来说年龄稍微大一点的粉丝啊，然后也不是说特别大，就是正好是姐姐的类型，而且他特别的有文化，而且他说话井井有条，他人又特别的好。有没有喜欢咱们韩青姐的？他人特别好，他真的是姐系的，他特别姐，他特别特别姐。然后他平时呢，你对你的另外一半就是妹妹就行吗？对吗，韩倩？特别姐的意思就是你气质特别的成熟优雅，让人看了就想喊你一声姐姐。有喜欢咱们韩倩姐的话呢，可以送一个夜蝶，我能立马让这个。能立马就是让这个韩倩跟你结婚。有喜欢咱们韩倩姐的吗？或者你们就直接去找韩倩聊天也可以。他人呢非常的好，然后他呢是一个骨灰级的河粉，你问他一些那种古老的一些事情，他都能回答你，来给你科普林淑琴。那林淑琴可以自己科普我自己，我是那个福建福州人，今年是21岁。终于有一个阳间歌曲了，哈哈。有喜欢咱们录他对，那有没有想单纯给他科普一下林淑琴的？1000字小作文马上发给这个韩倩，快点！入坑一个月还不了解，我呢，快给他科普。你这就辅导完了呀，有喜欢我们韩倩姐的吗？你辅导完了，我再给你推荐一点吧。我的那个，我抖音你看完了不？没事，你每天就是看我直播或者听我电台就挺好的。好，有喜欢我们韩倩姐的呢，就这个，加群52800551111，或者送一个夜蝶啊。私聊是禁止的，如果私联是禁止的，如果被我发现你私联的话呢，我将会把你这个踢出我直播间。搜林淑琴，看播放量是第二高的，播放量第二高是啥呀？我 B 站的播放第二高的是啥？是啥？就算能在一起，也要样样对我放弃；就算你也要秘密武器；就算你能靠近，没有回应。双鱼座那个，林氏家训。我不信韩倩没看过吗？还，他都说他都补档完了都，就是但他肯定看过了呀。
还有人要点歌吗？萝卜糕、点头鸡，哪里不会的？还有歌吗？还有人要这个业务的吗？就是这个，我给你关了，我不要听这个。这个还有要点歌的吗？或者还有要做业务的吗？谢谢，请大家这个多多支持，谢谢元宝的99个荧光棒，您可以点一首歌。元宝，请大家多多支持小琴的鸡腿业务，谢谢。赚钱不易，谁喜欢我的谁就瑟瑟的歌，那是啥？那个汤波也可以，谁喜欢我的话，谁就支持一下我的业务。我上有老，下有小，谢谢爱看美女贴贴的99个荧光棒。哦，听这个汤波也还要买专辑，那听不了了，我没买。那个贴贴你也可以点一首歌，贴贴还只能看 MV 了。MV 在哪看呢？我看一下，没有 MV 呀、啊，这个是 MV 吗？好，我放 MV 了，我放 MV 了。美女贴贴，你可以点一首歌。我说我是，谢谢 DW 99个荧光 DW，你刚刚好像还没点歌呢。你要点什么歌，你都可以直接说，打在公屏上，会有人帮你记录的。我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小毛驴之歌，好的。哦，蠢货是你点的，对不起，我没看见。我说。我还要赚钱去治我的病了，我的病就是，我的病就是我，好，太尬了，不演了。那个什么东西，小毛驴之歌，行，我先点完这个啊。谢谢点点一的99个荧光棒，谢谢点点一，一会儿你可以点一首歌哟。对不起，我吃点药。韩国人怎么样？好久没看韩国人的 MV 了。你要发疯了？为什么要发疯？你在发疯啥？哦，我知道他们这个团了，我想起了。谢谢没有名字的一个巧克力，祝你甜甜蜜。啊，这首歌有脏话。我知道他们这个团，我特别喜欢这个夜曲花，我觉得它很有意思。Look out，OK、okay。我很喜欢叶舒婷，我觉得她很有意思。如果我是一个韩粉的话，我会推她，因为我最近刷抖音经常刷到她，我觉得她很有意思。你一会儿过来，你一会儿好的，一会儿见魏雪莲，你去干嘛了？你为什么发疯？你能等会儿过来跟我说一下吗？对呀，这是可以说的呀，你说呀，我好奇。刷姐，就是叶舒华吧？我觉得她，我最喜欢她，我要推她了。一会儿再说吧，好的，一会儿再说。发我一个图，什么图？喜欢叶舒华，我要推他了，我要去给他那个，我要跟他云店员去了。不是说他们那个韩国可以那个云店员吗？就是好像说什么可以，是不是什么？发个图，我看看你发我什么图。1, 2, 3，看看大家都给我写。
我好像放错版本了，对不起，放个阳间一点的，放个阳间。这个吧，我要听正常点。谢杜飞九九荧光棒，你可以点一首歌。我有一只小猫，从来也不急。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点了四色的有多色，摔了一身泥。来也不及，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啦啦啦，我摔了一身泥。这首歌哦，你说这首歌以前有人点过的，这个什么 Juicy 吊带袜天使以前有人点过。我咱们喵战队又是榜一了，喵战队最棒，喵喵喵。哦，就是你点。我喜欢的故事和下一个是DW 宝典的这个四什么四，怎么没有呢？让我看看四 force。这个吗？是这个吗？韩国人唱的歌曲，是他吗？是他吗 ？DW， 好的，咱们前听一下吧。FX 的，我没看那个图呢。哎呀，我看到了，姐。我早就看到过那个图了，就是那个叶舒华哭泣的图，太搞笑了，我要推他了，我喜欢他，我喜欢他。我看到好多人给我写了那个信，超多，而且很多人都有好多好多字，我到时候呢，我要么是就是要念很多次很多期了，要么就是我可能会挑选一下来读，就是说早知道就是限制一下字数了，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你写1000字吗？玫瑰张雨婷，尬的不念了吗？不是尬的和真情实感的和都念一下，对，就是可能得念很多期吧，我可能是陆陆续续的念，比如说每天都念个几封这样子得了。你尬太多了，尬的会念。没事儿没事儿，你这个我每天就读1000-2000字这样就可以。你真写了1000字，没事儿，我能读。我能读，反正我每天就是要说很多话的。反正我就是每天都要说很多话的，我的嗓子很厉害的，哼，我嗓子很厉害的。
确实。好吧，还有人要业务吗？我读信的时候喝水 ，OK， 没问题。我跟你们说，这个东西是我们房间里最后一瓶饮料了。就是说我喝完这瓶饮料之后，我再也没有饮料可以喝了，我只能喝白开水了。我是真的会谢，我真不敢想象我喝白开水的日子，但是真没有饮料了，我真的会哭。你囤了一冰箱可乐，嗯，好羡慕呀！以物换物，我们已经没有物可以换了。这物资群为什么不早点开呢？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有物可以换了。你最有的天府可乐我喝过呀，我在那个我上次去 CKG 公演的时候就喝过了。我想点外卖，我都想说点了要不从那个楼上这样子拿个那个绳子把它吊进我们房间里来。下首歌是啥？是下首歌是啥？应该我卢克奥，好的，应该我觉得应该快能解封了，说我们这边已经没有那个阳性了，点点一包点的，好的。吊上来后记得消毒，可惜吊不了啊，我想把我自己吊下去，就是把我自己送下去。18号最早，4月18号吗？还是5月18号？别人有人说要封到5月18号。是不能出门比较好，对吧？6月份肯定就可以出去了，反正无论如何，我希望我生日的时候不要被封在这里面了就行。我生日的时候，要不然都没有那个生日蛋糕，真的会感谢，真的会。不过呢，被封起来给我省钱了。谢数学好难的一个秋天奶茶，现在我每天都零消费，谁都狠狠的攒钱了，虽然也没发工资，但是呢，就是说狠狠攒钱了，要不然我卡里的这个金额它是会一点点的变少。真的很，怎么说，只能说因祸成福吧。而且我想了想被封起来的好处，我不会晒到太阳，等以后我就不那么黑了，我就是一个白色的人了，我到时候我是冷白皮了，谢谢。对，但是我很有可能会长胖的，只能说，因为咱们在这个中心无聊的慌，每天都想吃东西，但是不过现在一想，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吃了，只能说咱们房间已经是一个弹尽粮绝了，只能说是，还有一些速冻食品，什么牛排、什么饺子之类的。Stanley 推下我的晚礼服，孩儿，一天三餐，我每天只吃一餐，哦，两餐，一个晚餐和一个夜宵，哈哈，这都是什么作息呀？哦，对了，还有这个。要这个送叶蝶，这个，
你们在打什么问号？Juicy，好的，还有这个要业务的吗？有人看看这个送这个权杖银河影的业务吗？非诚勿扰它都自动出来。那有人看看这个送皇冠可以这个，怎么真假是假都出来？送皇冠可以这个上非诚勿扰的业务，有人看一看吗？如果有特别喜欢。特别喜爱小琴的人的话，希望可以看看我的业务，谢谢你们，你们是我的上帝。Juicy，对，你是我的神。晚安，萌琪琪，拜拜。我咋搜不到那个歌名？那歌名全称叫什么来着？吊带袜天使。对，全称叫什么来着？杜飞那个全称叫什么？猝死。我怎么搜不到呢？吊带袜天使。是这个不？这个吗？怎么有点奇怪啊？这个歌，谢谢林初晴吃三个林初晴。这个歌真的很奇怪，我晚上听了我会做噩梦的。这个歌，再听一下。直播间会被封掉的，好恶心呐，滚！真的有点奇怪了，这个歌不能放这个歌，你让我等会一会儿就社死了一会儿，恶心！就是别点这种歌，你现在要陪我一个用爱发电，要不然一会儿我直播间被封了，我可能。永远都赚不到一个用爱发电了。就是，谢谢林淑琴吃三个林淑琴的一个巧克力，祝你越来越甜蜜。那可以换吗？行吗？那你换一首吧，换一首，快点换一首。谢谢林淑琴吃三个林淑琴的一个玫瑰花，祝你天天都有钱花。这首歌是正确的歌了，是吧？这首歌是正确的歌了，是吧？I'm gonna be star，这个吗？是这个人唱的 "I'm gonna be a star" 吗？还是这个？哦，Twice 的，Twice 的。这个，Twist，好了，哇！谢谢成全纯净水的夜蝶。
首歌怎么听上去有点尬尬的？这个纯纯纯净水，请问你有什么业务？有这个占卜，有这个 CPDD， 有这个语音卧，请问你要哪一个业务呢？纯纯纯净水。哦，你要 CPDD， 你要 CPDD 吗？浅滴一下，好的，没问题。请问咱们纯纯纯净水对另外一半有什么要求吗？纯纯纯净水，你对你的另外一半有什么要求吗？可以说一下吗？纯纯纯净水。女的，想要漂亮一点的，帅气一点的，想要姐姐的、妹妹的都可以。请问你要哪种类型的呢？纯纯纯净水。漂亮姐姐，咱们纯净水想要漂亮姐姐，林淑琴吃三个林淑琴，男的滚，湖人总冠军男的滚，杜飞你男的女的？你女的，但是你不是漂亮姐姐，你不行，不得行。记忆是孤岛，你是漂亮姐姐吗？好，咱们纯纯纯净水，他跟他头像长得一模一样，长得特别像一个外国泰国人。他很可爱，他很漂亮，他很大方，他给我送一个夜蝶，他非常大方。谢韩倩的一个巧克力，祝韩，哇，这韩倩一下子一个空降咱们三号位，这个榜三的一个情况。纯纯纯净水。是个小特子，有没有喜欢特子的？谢谢陈科好娘的巧克力。PL 的吗？如果咱们纯纯纯净水，你家有房吗？哪种类型的特源？一起起你问啥？你是男的，你也走一下。你家有房？你家有车吗？你家有车吗？还有歌吗？还有歌吗？还有人要点歌吗？你父母都健在吗？这个纯纯纯，你是哪种特？你是娘特还是啊？咱们也不懂你们那些鸡圈的用。有什么娘特？呀，林淑琴在直播。哦，是陶阿姨呀、啊，怎么了，陶阿姨？你在这里直播？哦，对呀、啊，咋了？没事。好的。纯纯纯净水是奶特，咱们阿姨刚刚都来了。咱们阿姨不知道是来干啥的，她闯进了咱们的348。希望阿姨没有听到一些不该听的。这个纯纯纯净水是奶特，有喜欢奶特的吗？我们队也有一个奶特。我们队也有一个奶特，你们就想象着我们队的那个脸，那个奶特的脸，想象这个纯纯纯净水的这个奶特的脸就可以了。有喜欢咱们奶特的吗？谁呀、啊？飞行员啊，飞行员奶特，开个玩笑，飞行员他奶，别人都说飞行员是奶特，在我心中他是萌妹，
对，我说你啊，香妃情缘了，真有点像，就是很奇又很好看。有喜欢咱们纯纯纯净水的吗？哦，我嗓子好痛，我没有办法大声说话，我现在只能小声说话了，已经没不能像我以前直播那样的一个激情了。去了声音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我现在已经不能那么大声那么有激情的给你这个给你请见谅一下啊，我不是不喜欢你，这是因为我的那个嗓子已经说不出话来。谢谢陈科好娘的一个巧克力。对的，这个纯纯纯净水它是西安人运动员保送北体啊，它是一个运动生，它能以后能够非常厉害的保护你。有喜欢咱们纯纯纯净水的话呢，可以加群52800512111，或者呢可以给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送一个夜蝶，我就可以给你和那个纯纯纯净水直接开始结婚。有没有漂亮女生的啊，咱们想跟这个纯纯纯净水来一个 TPL 的话呢，就可以这个和咱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送一个夜蝶啊，咱们纯纯纯净水。我只能说你不谈恋爱，你谈恋爱你不找他，我宁愿你别谈，说真的。52800512111，这个有喜欢咱们纯纯纯净水的可以加这个群，这个群是全国各地优质男女生都在里面啊，相亲资源100%，知道吧？进去之后你都不用去你们当地那个人民公园相亲角了，直接来咱们52800512111相亲就可以了。对，群主大美女管理大帅哥啊，喜欢咱们大美女大帅哥就加群52800052111。还有想要业务的呢，就看一下我的这个公告，我的公告上面写的很好，很好了。嗯，这个还有想要点歌的话呢，就可以送99个荧光棒啊。这个主播呢，现在主播的这个嗓子啊，就是这个主播的嗓子现在是讲不出话来的一个情况，我现在只能这样子说话。但是呢，进群主送法拉利，这是真的，我法拉利已经拿到了。还在琪琪房间吗？是的，在琪琪房间呢，怎么了？对的，然后有这个是。最近那个疫情了，我这个法拉利都积灰了都。对，加群送一辆法拉利啊。我这个说话现在只能是这样了，有觉得有心疼小琴的就送小琴一个皇冠，不心疼小琴的就送小琴一个夜蝶吧。嗯，谢谢 UMKK 的99个荧光棒，谢谢明空空宝这个今天当我的 staff 还给我点歌啊。那咱们明空空宝就是强行的，不是强行的，我现在已经不会说话了。咱们明空空宝呢就来放一首 Dance the Night Away。 OK， 没问题。Dance the night away, dance the night away, dance the night away。 谢蒙琪琪的一个玫瑰花，祝你天天都有钱。谢谢林淑琴吃3个林淑琴的一个夜蝶。我好像听过这首歌。小琴什么时候睡觉啊？小琴什么时候睡觉？小琴在直播一下子在睡觉吧，因为呢咱们呢就是热爱直播，我要直播。对啊，这现在又是 Twice 了，我就是说我热爱直播，我在直一会儿。现在最近图图瘦了吗？等一个荧光棒，祝你越来越棒。就是说咱们现在聊点什么好呢？咱们聊点
我想想，咱们聊点。今天云店员都见到了很多人啊，谢谢你们来我的云店员。听说今天云店员特别贵，谢谢小歪崩的99个荧光棒，谢谢这个牙齿像废弃园的这个小歪崩的荧光棒，你可以点一首歌小歪崩。谢韩倩的一个巧克力，你困了？其实我有点小困，而且我今天讲太多话了，我嗓子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但是我决定我再说一会儿，因为赚钱不易，直播辛苦，只能说是今天有认识新的面孔吗？好像还是有的。金云店员到底贵成啥样？大家都在讨论，说是很贵。多喝点水，好的，没问题。遥远的梦，好，一会儿就可以这个给你放啊。多喝水，好的。那个什么，就是说。啊，不是说今天是400块钱吗？别人说的，不是我说的。谢谢君志秀问我吃饭了吗的一个巧克力。店员怎么不紧张？店员怎么不紧张呢？你这个社恐，你这个有社交牛那个症的话就可以了，就是说。谢谢白虎老爹超级帅的16个荧光棒，祝你越来越棒。对呀、啊，多聊几次就不紧张了，多聊几次知道吧？好想参加握手会，你咋不参加云握手呢？原因琪琪，第二次就不紧张了，就是呀，你一般一开始来都会有点紧张的。我要是遇到那种第一次见的粉丝，我也会紧张的说不出话来的。你们紧张，我也紧张，所以呢，不用担心啊，咱们是一个双向奔赴紧张。你今天见到我紧张吗？见到你还可以吧，就是说为什么会紧张呢？主要是怕尬住了知道吧，所以我会紧张。我见到你紧张吗？见到你的话呢，还可以吧，有一点点小紧张。哦，谢谢纯纯纯净水的一个夜蝶，谢谢咱们体育生纯纯纯净水的夜蝶，你可以选一个业务哦，纯纯纯净水。你第一次也紧张？我第一次云店员的时候也是会有点紧张的，后面多几次云店员就不会紧张了。第一次尬的不敢回想。纯纯纯净水，你是要有业务还是这个只是想让我浅握一下？可以，没问题。我话还没说完你就说了，那我就不接着说了。这个还点什么歌来着？这个还有什么歌来着？刚刚谁还点歌来着？我记得提醒我放一下。你好纯纯净水，哇，你现在已经当上我的榜一了。刚刚这个喵战队是我的榜一，我心想咱们这个秦家军今天真的咱们秦家军呢今天是一个输给喵战队的一个情况了。然后呢，现在这个纯纯纯净水当上我的榜一了。 BLACKPINK 的粉丝在我心中才是最牛的， BLACKPINK 我永远为你扛大旗， BLACKPINK 粉丝才是宇宙最强。好了，纯纯纯净水，你是喜欢这个 Lisa 吗？是不是？你这个纯纯纯净水，你今天都在干嘛呢？你今天上课了吗？我不太认识 BLACKPINK 里面的人啊、哦，我认识那个 Rose。Jenny， 这个 Lisa， 你的 Jisoo 去考试了，你考试考的怎么样呢？纯纯纯净水，哇，你在我直播间是不是升级了？哇，谢谢小天猫精灵的一个夜点，你可以选一个业务哦，小天猫精灵，没啥问题，牛！你考试是不是都是考的那种体育考试，那种跑步什么的？排个云握手，好的，没问题。等纯纯纯净水握完，就轮到你了，小天猫精灵。纯纯纯净水，你这个都考什么内容了？可以跟我说一下吗？
当当当，就一些文化。原来体育生也是要考文化课的，以前我很羡慕那种体育生，心想他们是不是不用背课文什么的，每天就在那儿就是说跑跑步什么的就行了。但是后来发现体育生也是要考文化课的。纯纯神经水祝你文武双全了，只能说是纯纯神经水，这个有就记得不要忘记小晴了，以后这个等你成为了一个牛很牛的运动员也要记得小晴好吗？纯纯神经水送你一个礼物吧，这礼物是什么呢？就是我找一下吧，看看袁一奇这有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的哈。找到了，给你我的心，纯纯纯净水，谢谢你能送我一个夜蝶，拜拜，纯纯纯净水。好了，下一个小天猫精灵，请问你在吗？我的心落在袁一奇房间，对呀，我在他这边储存了很多心。你好小天猫精灵，今天你在上班吗？别在意我今天这个说话很小声，看上去很累，因为呢我确实很累，刚从火星回来。你怎么去火星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还想让你帮我代购几个陨石回来呢。火星有啥特产吗？每个城市的特产，每个城市的那个商业街都有那个老酸奶卖，上海的是上海老酸奶，福州的是福州老酸奶，你能不能给我带点火星老酸奶回来？有火星人给我带回来了，在哪呢？火星人在哪呢？火星人在我背后，能别吓我吗？好恐怖哦！火星人在你床底下，小天猫精灵。火星人在天花板上盯着你呢。好吧，不是火星人，是鬼，鬼在天花板上盯着你呢，小天猫精灵。害怕吗？呵呵呵呵呵呵，那个小天猫精灵，你跟他打过招呼了？那我也跟火星人打个招呼。你好，火星人，做个巴卡，听过木工崩宽他，我还会说火星语呢，你会吗？你会说鬼语吗？火星语难道不是火星文吗？是啊，火星文是火星文，但是呢火星语怎么跟泰语这么像啊？不知道啊，你去问火星人吧，我也是刚刚才学的火星语，因为我的这个火星，我的这个语言能力特别的强。然后呢，这个小天猫精灵，希望你去以后去别的星球的时候，可以给我带一点他们那边的特产回来。然后这个啊，话说昨天我在玩《模拟人生三》来着，然后呢，他就可以去那个外星球，不是外星球，去未来的时空，那个上面就会有火星人那种。火星人说：“今天我也很漂亮。”火星人，我觉得我要是是在火星那边的话，应该不是他们星球。DLC 啊，那个前进那个什么，前进那个什么未来的那个 DLC。今天就是说，我应该不是火星人喜欢的那种样，不是火星人喜欢那种样子啊。小天猫精灵，你是地球人喜欢的样子，你是我心中永远的样子。啊，送心送早了，还没说完呢。
这个你是我的，别再提你是我的神了。我真的，我脚趾把我的这个，我拖鞋就这一双了，买不到了。我怕我把我的拖鞋给那个抠烂了，我脚趾把我拖鞋抠烂了。你是我的神。KUYY 他学过火星文的，他学过火星文。好了，小天猫精灵，你们还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怎么感觉在这里都能听见奶瓶在隔壁直播的声音？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小天猫精灵？小天猫精灵，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咱们的这个云我说，你想说你的长发为我而留？今天晚上我是威神，但是此时此刻在这个舞台上，小天猫精灵，你是我的神。哈哈，怎么样，厉不厉害？哎，读秒读慢了，读秒读慢了，我不发火，你把别人当傻子是不是？好了，别这样了，我怕那个他粉丝来揍我。读秒读慢，好哦，小天猫精灵，咱们下次再见吧。哇，这是琪琪的水杯吗？好可爱，小天猫精灵，你别走。哇，这是琪琪的水杯，滴滴滴，滴滴滴。原来他的水杯里也有我的心呢，送给你，小天猫精灵，希望你会喜欢。好了，谢谢你，小天猫精灵。好的，要收好好哦。明天居然我拜拜，你去哪儿了？拜拜，那个明天我居然已经没有工作了，明天不化妆了，明天那个电台了。有没有觉得我好像没有刘海比较好看？但是今天姐姐给我画了一个这种野生眉的感觉。明天好好休息，OK。我说实话，我现在有点饿了，但是等会又不知道吃什么。说实话，这个韭菜。这个韭菜盒子的话呢，为什么吃完会一直打嗝呢？都好看，不一样的好看，好吧，那我相信了。而且有味道，味道的话还好。谁呀？林淑琴在直播哦。谁啊？又是陶阿姨，咋了，陶阿姨？他跟你说过了吗？没有，那他叫我进来了。我不知道呀，我看看。我看看，不妨碍呀，你直接找吧，阿姨，不妨碍我。好了，我继续说了，打嗝吃多了，打嗝有味道，我没味道，什么东西再说，行吧，这个好吧。原来是这样，明天早起吃早饭。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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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这没什么好吃的早饭，中心没什么好吃的早饭。好困，那你睡觉呀。我再播一会儿，会也要是这个，我再播一会儿，会也要下播了。再播一会儿，感觉已经播了很等一久会再了。哦，好吧。
小狗睡吗？哦，谢谢原因琪琪的夜蝶，谢谢原因琪琪，你可以那个点，你不是，你可以有一个业务哟，原因琪琪。谢谢你，占卜一下，好的，没问题。谢谢你，原因琪琪，真开心，你还送我一个夜蝶，占卜一下没问题，请问你要占卜哪方面呢？哎，我书去哪儿了？哦，在这儿。下个女友的样子，好的，没问题。原因琪琪，下个女友的样子是长什么样呢？666页，咱们一起敬请期待一下。原因琪琪，下个女友的样子是长什么样呢？第一个词，仁义道德，仁义、仁爱和正义，本指儒家所倡导的行为准则，也泛指旧时提倡的人道规范。仁义道德说明呢，你的下一个女朋友是比较善良的那种感觉的，比较正直的一个女生啊，长得就是非常善良的感觉。下一个是仁者爱人，你怎么跟他吵架他都不发火，他非常的能忍。你的下一个爱人呢是一个忍者，所以呢跟你说忍者爱人，所以呢你的下一个爱人是一个忍者，他非常的能忍。下一个词是仁至义尽。仁至义尽是什么意思？仁就是 people 啊，仁。智的话呢就是有智，说明你下一个女朋友呢她身上有智，她脸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智。对，人的话就是 people 啊，智的话就是有智，就是呢你的下一个女友的样子呢就是她脸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痣啊，就像这种痣啊，但是我肯定不是你下一个女友啊，我就是这么一说，就是会有一颗痣。下一个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境没有解释清楚，意境的话呢就是你的女朋友特别的有意境。有意境是什么意思？特别的有氛围感，你的女朋友特别的有氛围感。你女朋友无论是拍照还是视频的话呢都特别的有氛围感，有意境的感觉，懂了吧？特别的有意境。对，然后呢下一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是什么意思？仁就是 people，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首先你的女朋友啊，首先你下个女朋友她是一个 people， 她是一个人。仁者见仁，见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很贱的那种人叫做见人。仁者见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下一个女朋友她她是一个仁者，然后呢她会遇到很多的贱人，所以你要好好保护她，知道了吗？要好好保护你下一个女朋友，因为你下一个女朋友她是个仁者，她会遇到一些贱人，然后她呢脸上有痣，然后呢对她是一个 people， 她脸上有痣，她非常的有意境，就是这样的原因琪琪。忍者男的女的，你男的女的都可以忍者呀，你男的女的都可以忍，主要是你女朋友特别的会忍。对，初遇的故事有了英雄救美。对，你可以呢随，就是你估计最近呢会遇到一个遇到困难的女生，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她，好好的照顾她，她就会发展成你的女朋友，特别是注意一下你身边有痣的那些女生啊。其实我刚刚在得算出来已经知道你女朋友下个女朋友的名字了，但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方面的话，我不能告诉你女朋友。
的名字，因为这是另外的价格了，所以我不能告诉你，而且怕告诉你之后你可能会扰乱你的心弦，对，天机不可泄露，你可能会扰乱自己的心智，导致呢，你跟你的女朋友可能会错失彼此相爱的一个机会。骗你鸡腿，怎么可能会？小情是会骗你鸡腿那种人吗？想问一下，小琴骗你鸡腿早就骗了，我怎么可能忍到现在才骗呢？对不对？袁一琪琪，你说对不对？所以小琴不会骗你鸡腿的。化妆遮住痣了怎么办？你女朋友卸妆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了，她脸上的痣是那种化妆遮不掉的，女生的痣其实化妆很难遮的，你就看我这个痣，我就化妆遮不掉呀，是不是？澡堂子约会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反正你女朋友信那个，哎呀，算了，不说你女朋友信那个，哎呀，就那个信呗，还算了，说出来就太明显，你就知道你下一个女朋友是谁了，所以我还是不说了啊，等那个下次。那个有机会的时候再说。哎呀，就那个谁，他女朋友，挺有名的，他那个谁，算了，不说了。好了，就这次吧。这一次的话，那你说出那是另外的价格了，说不了了，真不好意思。好了，这个元婴奇迹的占卜结束了，元婴奇迹占卜结束了。袁琪琪，你觉得我占卜的好吗？如果你觉得我占卜的好，就送一个夜蝶；如果你觉得我占卜的不好的话，那你就揍我。谢谢袁一琪琪的夜蝶，谢谢你说我占卜的好。哇，咱们袁一琪琪当上榜一了，袁一琪粉丝，这个 Lisa 的粉丝成为了林舒淇的直播间榜一，元气弹就是最牛的。你要听继续占卜啊，好吧？那么呢，首先我给你占卜一下，名字占卜没问题的。首先，你的生辰能告诉我一下吗？生日月份。10吗？10吗？10，好的，10月份，10月份几月几号呢？具体是几月几号呢？袁琪琪，具体是几月几号？10月29号，10月29号，我帮你盘算一下，10月29号，10月29号，首先呢，你的女朋友名字会带一个十这个词啊，29的话呢，2+9，2+9=7，七减你一个人的话等于6，说明呢，你这个女朋友的名字呢是刘诗诗。对，你女朋友的名字呢是刘诗诗，当然肯定不是那个刘诗诗啊，是重名的刘诗诗啦，跟刘诗诗重名的刘诗诗。你下个女朋友就叫刘诗诗，这个对的，确实是如此，感觉被骗，我怎么可能骗你？我从来不骗人。我不可能骗你，怎么举报？举报不了，对不起，这个口袋，这个 APP 呢，只能我举报你，你是举报不了我的。哼，就是这么牛。血亏，我都说了，送，觉得我占卜的好，送我一个夜蝶。那你觉得我占卜的好，你就送我一个夜蝶，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我又不能把这个夜蝶退给你，那我怎么退给你吗？真是的。
刘诗诗嘛，人家算出来的就是刘诗诗。以前你可是什么都不说就给我送那个用爱发电的，现在你给我送一个夜蝶，我给你占卜的不好，你还要叫我退给你，真的物是人非。我们那青春美好的日子已经再也回不去了，对吗？我的酒呢？对，刘诗诗。但是很谢谢你当我的榜一，袁一琪琪，让我见证了这个袁一琪的粉丝都有多么的厉害。对，好了，我现在要直播，在直播，我直播到1点我就要下播了。我直播到1点我就下播了，有没有同意的？你这名字你怎么还不满意了？人家叫刘诗诗不好听吗？好的，我到1点就下播了，不能再直播久了，再直播久的话，我都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你可以先去睡嘛，韩倩，你不用等我下播了再去睡呀。好，同意。好，没问题。好的，没问题。这个早点睡，多喝水。好的，没问题，我会的。我下播你都不睡，为什么呢？你要多睡呀，不是你怎么睡不着呢？你这才刚切到口袋，你这么晚等口袋，再等10分钟。好，那我10分钟之后我绝对准时下播，去和韩倩私联了，呵呵，看不起私联的。这个。你也刚来，确实滴滴打人。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呢？谢谢滴滴打人的一个荧光棒，祝你越来越棒。你要通宵学习，哇哦，还真不错。谢谢，哦，对不起，写错了。你还挺热爱学习的，学防骗。我哪有骗你？我没有骗你，我说真的。你刚刚在学习，对于通宵的来说，现在还早。不知道今天晚上我是几点睡觉比较好呢？我今天晚上要做一些事情，要修个图什么的。好吧，大家想去睡的快去睡吧啊！明天周几来着？谢谢玫瑰章鱼条的一个玫瑰花，祝你天天都有钱花。明天是周几来着？明天周一啦，那你们还不快睡？要是不是明天要上学了？是啊，明天我的直播就是您的睡前故事，那真是您不会看了直播睡不着吗？口才好好，没有吧？这都是被锻炼出来的。这个还可以点歌吗？可以的，你现在送我99个荧光棒，点歌正好差不多。播完你的歌，我就可以下播了。谢谢袁一琪琪的夜蝶，咱们袁一琪琪，你口嫌体正，一边说着我骗你钱，一边还给我送了夜蝶，你是不是有点太爱我了？你还要点袁琪琪，你还要点什么业务吗？占卜一下你下一份的工作，没问题，请问你要哪一页？谢谢小松许的99个荧光棒，你可以点一首歌哦，小松许。林淑琴的暧昧，哎呦，说实话，我听我自己的暧昧有点那个，你知道吧？有点害羞了，就是说，那这个你要哪一页？原因琪琪，345页，你呕啥呢？这个网易，345页。你下一份工作是什么啊？第一个词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黄铜铸的钟，古代一种打击乐器，
都为庙堂所用，瓦釜泥土烧成的锅，黄钟被置一旁，瓦锅却雷鸣般的发出响声。说明你下一份工作可能是寺庙里面相关的工作，这个敲钟啊什么的，可能是和尚所要做的工作啊。我这个跟我没关系，是你自己选的页数，它这个上面写着，我就是给你一个占卜一下，给你解读一下，知道吧？下一个词，下一个词，下一个词是恍然大悟。恍然忽然醒悟的样子，忽然间明白过来，这什么意思？说明呢，你当了和尚之后，你经过咱们在寺庙里的一些沉淀，你经过这个佛祖对你的一些洗礼，你才能恍然大悟很多人生的道理，才能想清楚很多事情。下一个词，恍如隔世，恍恍惚，恍惚，恍惚，不是恍，仿佛，仿佛隔了一个世代，形容因人生人事景物变化很大而有所感触，什么意思？恍如隔世，说明你去寺庙里面当和尚之后，你再进出这个社会的话呢，你恍如隔世，仿佛跟别人隔了一个年代啊。所以呢，你下一份工作呢，可能是跟寺庙和尚有关的工作，希望你就是说可以在寺庙里面想通很多道理。说实话，我最近也挺想出家的，但是呢，我是一个基督徒啊，就是我可能，对，我可能去当那个，算了，不说。对，这上面每一个词都句句印证了你即将出家的一个情况啊。元音琪琪当和尚，加油！脱粉不是你当和尚，你脱粉我干嘛呀？你在寺庙里也能看直播的呀。你的理想下一份工作是什么？还能点歌吗？还可以。你都看破红尘还看什么小偶像？我是你人生中的一个娱乐的部分。你当和尚你也是要娱乐娱乐的吗？危险员你还知道回来，你是去干啥了？谢谢纯纯纯净水的一个秋天的奶茶，祝你永远都不会遇到，今晚就当是最后一次见面了。谢谢一个柠檬的一个巧克力，你自己选的页数。云和影可以吗？完全可以，权杖的话是云和影了。你马上准备出家，我会舍不得你的原因琪琪，要不你还是别出了吧。睡觉去了，晚安纯纯纯净水。你去给手推过生了，今天谁生日啊？怎么个合音法把你的这个带上，然后呢直接你选一个 pose， 我可以跟你合影。什么是周诗雨居然是你的首推？我今天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在知道这件事之前，我都一直以为我才是你的首推。不说了，破防了。我强忍着我的泪水不流下来。没事，不，没事，我不会哭的，没事。那你可以那个用你给你手推送的鸡腿，剩下的鸡腿钱给小琴送一个小小的秋天的奶茶就可以了，可以吗？小琴只要一个小小的秋天的奶茶就可以了。谢谢扫胸许的秋天的奶茶，谢谢，谢谢危险员的秋天奶茶，谢谢玫瑰张宇调一个秋天奶茶。谢谢大家给自己首推送礼物，剩的礼物钱可以给我送一个秋天的奶茶，这样子大家
这样子小琴就已经，哇，谢谢一盒小饼干多少钱的一个权杖，谢谢你送我一个权杖，那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首推了，一盒小饼干多少钱，你要云和雨影对吗？对的，好的，没问题。你想要什么 pose 你先想好，我先帮你写一下你的 ID， 就写一盒小饼干多少钱对吗？还是说写小饼干就行？全 ID， 好的，没问题哦。一盒小饼干多少钱？你的 ID 还是有一点长的。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谢谢你今天照顾我的生日。为什么枸杞它是大明星？它很火吗？谢谢你今天照顾我的生日，给你画一个小饼干。为什么被禁言呢？算了，我画的太丑了，把我没画吧。你被举报了，你干。等一下，我要跟小饼干云合影了。这首歌好 emo。好了，请问你要什么 pose 呢？这样可以吗？好了吗？好了，可以告知我一声吗，小饼干？谢谢小松鼠的一个秋天的奶茶。好了吗，小饼干？好了吗，小饼干？怎么不见了，小饼干？
削了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问我，却怎么没发生过。好美小饼干。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好了，谢谢小饼干今天照顾我的生意。好久不见，小饼干，你刚刚这手机关机了，那还真是。那我就说你刚刚过好久哦。谢谢小饼干，你最近在上学呢吗？我看你怎么升级了呀，你的口袋。还喜欢暧昧。暧昧听了让人 emo。 因为我看我以前，我记得你好像才六级呢，以前可眼熟你 ID 呢。考试，你今天考试，考试加油小饼干。你说你已经考完了，还是说你起了就得考了？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哼一声都伤我。起了就，那你赶紧睡吧，宝。你快睡吧，宝。眼睛有点痛了，我滴一下眼睛吧，眼药水滴一下。眼睛好痛呀，送给你小饼干，这是眼药水里的爱心。哎呀，我要下播了，去，居然1:06了，拜拜，拜拜了。还有没有给首推送礼物？剩下鸡腿钱，可以给小琴的，就给小琴送一个秋天奶茶就可以了。小琴，只要你们给首推剩下的钱的秋天的奶茶，谢谢秋天的奶茶，我就是你的首推，真的吗？我怎么有点不信？谢谢叶的一个秋天的奶茶，祝你永远都不会遇到绿茶。我就是你的首推，行吧？那你也不行，那你说了干嘛？谢谢萌琪琪的一个秋天奶茶，谢谢萌琪琪。好吧，今天我们的榜一是这个元气蛋，谢谢墨白的十个巧克力，谢谢墨白姐。榜二是这个 BLACKPINK 的粉丝叫什么呀？叫，反正就是沙粉，沙粉。榜三是这个水的粉丝叫什么来着？你的这个头像是水，这个水粉，谢水推，谢谢性感猫头的小水枪，秋天的奶茶。好的，咱们小水枪呢是48，第三厉害的粉丝，咱们48第一厉害的粉丝是元气蛋，然后咱们韩娱第一厉害的粉丝是这个沙粉，咱们。今天这个对就是没爱情，没关系的，你就是爱情，那你什么时候把你头像换成我？谢谢小白熊二号的一个秋天奶茶，祝你永远都不会遇到绿茶。希望咱们爱情下次直播给我冲上榜一，让大家看看咱们48最厉害的粉丝是爱情，谢谢。好的，下次一定 OK， 没问题。你这就转推，行吧。反正最后一次见面，明天我最好要见到你袁一琪琪。好了，我走了，再见了大家，拜拜，我走了。谢谢滴滴打人的荧光棒，拜拜。哦，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晚安，小天猫精灵，我走了，再见。
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个结果？我在这第二波画面一幅幅过，左耳跟着右耳闪躲，留眼睛躲在寂寞，我们没说进来走，别骂也不放我。谢谢一个柠檬的巧克力，谢谢一盒小饼干，多少钱的一个秋天的奶茶，祝你越来越有钱，谢谢。哦，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因为为什么我还不下播呢？我实话实说，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吧，就是我还差这个1000鸡腿才凑整，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了。嗯，这个大家不要说出去哦，呵呵。那么我们现在假装不知道这个小秘密。那个拖一会儿再下播吧。哦，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着，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我还能浪费多少个结果？大家，我不想留着遗憾睡觉，大家只要送我一个荧光棒，一人送一个，只要有1000个人，不100个人送了就可以了。谢谢夜的一个荧光棒，谢谢小外崩的一个荧光棒，谢谢 UMKK 的荧光棒，谢谢墨白的荧光棒，谢谢狐狸不熬夜的荧光棒，谢谢是小静神荧光棒，谢谢萌琪琪荧光棒，谢谢爱美女贴贴的荧光棒，谢谢小天猫精荧光棒，谢谢旺仔小馒头的10个荧光棒。哇，旺仔小馒头一个人就送了我10个荧光棒，他是你们之中送荧光棒送的最多最大方的荧光棒大户，谢谢谢谢。哇，一盒小饼干一个人就送了我99个荧光棒，咱们一盒小饼干才是荧光棒富翁，咱们一盒小饼干一个人抵99个人。哇，谢谢卡卡来了的99个荧光棒，咱们卡卡来了才是咱们荧光棒大户，卡卡来了和一盒小饼干并列第一荧光棒大户，以后呢咱们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全48荧光棒最多的人。好了，不要再送，再送的话我现在还差10000才凑整，不要再送了。哇，谢谢小松许的这个一个夜蝶，完蛋完蛋，谢谢小松许夜蝶，真的很爱你，但是咱们要下播了，下次我可以给你一个业务好吗？谢谢，完了，现在咱们谢谢幺，谢谢不是，咱们现在完了，咱们现在9000才凑整，谢谢 JACQUI 的10个荧光棒，祝你越来越棒，谢谢你。谢谢小松鼠让我的这个破枕这个臭枕带着遗憾，虽然鸡腿多了，但是呢我的强迫症呢并没有治好，就是现在还差9000个鸡腿，但是一看已经是1:10了这个情况，我不得不抱着遗憾离场。对，谢谢吃饱了就睡觉一个荧光棒，祝你越来吧，咱们不得不抱着这个遗憾离场，遗憾退场，放一个这个谢谢可能磕死我了的一个荧光棒，祝你越来吧，谢谢不乐姐的两个荧光棒，祝你越来吧，咱们放一个遗憾的 BGM 浅浅的离场，谢谢麦片撒一对的一个荧光棒，祝你越来越棒。好了，再见了悠悠们，今天的我们很遗憾，但明天的我们一定能够幸福的离场，再见了，谢谢我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敬爱的粉丝朋友们，明天又是新的一个元气满满的一天，期待明天和你们的再次相遇，再见。